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吃你那么多顿饭，今天呢就让贾大厨给你露一手。你可以吗？哎，把妈字去掉。救命啊！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只是想给你做顿饭，没想到差点把你房子点了。你都差点把我家给点着了，该哭的人是我吧？哎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人没事就好啊。我怎么这么笨啊？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。